帮助大家的啊。哎，这有瑜伽教练吗？真马上有瑜伽课吗？都没有吗？那就放心了。入门课。上过的都不干。对，其实我没练过瑜伽，所以不要跟滑雪教练学瑜伽。但是这个那个有些基本东西可以用，挺有帮助的。再晃一晃。先那个说一些基本的一些锻炼的那个我平时没时间锻炼，我也从来不爱锻炼，然后我也从来不去健身房，然后那个滑雪其实很需要点力量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挺弱的，我腿膝盖和腿都挺弱的。那个我平时上班呢，就在我们的楼梯间，偶尔这个一般是上午下午这个那个咖啡 break 的时候呢，会花十几分钟时间，我这边做些最基本的一些小锻炼，主要是为了增强我的这个腿部的或者保持腿部的力量，腰一点点。最常用的一个，上次上过 Robert 课的应该还记得 Robert 的靠墙蹲对吧 ？OK。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经常做的啊。没事这么蹲着，然后保持这个人就能保持垂直，你肩宽，这么蹲着就好了。然后拿你的手机，往微信什么的，在群里发两个消息啊，这是最好的。还有一个点，别忘了，那个很重要，膝盖不能超过你脚趾头。对，基本保持垂直，这个都是垂直的，绝对不要超过这个前面的脚趾，这样伤膝盖。一次要蹲多久啊？你开始觉得你的膝盖开始觉得 burn 的感觉，那取决于你的这个习惯和这个膝盖强度，你可能会觉得十秒钟就觉得 burn 了。第一次看见你能蹲多少秒，对，之后100天，你会提高很快。我刚开始也觉得，刚开始刚蹲下就会觉得很难受了，那现在可以很轻松，你蹲一分钟、两分钟可能都问题不大。特别是如果你看着微信的话，你会感觉会时间过得更快。这样会不会养成滑雪后坐的习惯？会有点。然后这个坐姿的好处啊，我发现那个一般的时候它会增强你膝盖上下两个那个肌肉力量，所以它会帮助保护膝盖，这肯定的，这很明显。然后我还听到用那种说法呢，是说这个动作本身会刺激你的这个膝盖里面的关节里面的某种那个润滑液的分泌，所以某种程度它还有一种保健膝盖的作用。这个没有经过科学的确认，所以不太这个可以信其有，对吧？做的不坏，所以每天早上。我尽早会做一次，然后相当于给这一天的膝盖润滑一下，希望能有点好处。膝盖要是已经有点问题的话，也可以做这个吗？还是这个？如果用正确方式蹲的话，它不伤膝盖。就是已经有点问题的话，也可以。我知道我的膝盖就有问题，然后我现在在做这个，我觉得没觉得有那个什么影响。那平时游泳或自行车这两个是对膝盖最好的运动了，特别游泳可以多做，如果膝盖有伤的话。我这两天理疗，他也有个类似那样动作，因为这个很容易做。他是，就是你找一个那个球，很软的软的球，然后夹到膝盖那儿，然后你就是这样蹲下去，然后你这样就是相当于是挤压的。他说这样的话也不会。对，这是另外一种，这是在刺激你的膝盖侧上的肌肉，因为侧上肌肉。因为我是要恢复我的，对，韧带。对，你的理疗一部分。那这是一个，然后是深蹲。深蹲这个是练肌肉，膝盖上下这几个所有专有名词我都不知道啊，什么这个骨节骨什么什么肌什么骨我都不知道，是练这上面这个肌肉很强烈的方式。不，你是腿肌。这么蹲下去，你可以蹲得很深，也可以只要大概保持这个平均好，然后保持你的上身，同样在做的过程中保持你的膝盖尽量不要超过你的这个脚趾。这个动作我以前完全做不下来。那个，这是上厕所的功夫。我就想说这个。以前，我是农村的啊，以前这个一直是蹲坑的、然后我想蹲坑我蹲不下去的，我得顺颠着脚来了。要用一个好。然后另外这个时候就发现我也炸裂了，挺管用的。然后，但是我发现练这个呢，有些人很难蹲，现在做好多个动作。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膝盖其实里面是有伤的，一直状态不是太好。然后我就发现这么蹲其实还有点被那个胶体里面，我感觉是有一点那种磨损的，所以我现在这是我自己那个 refine 或者说我自己的想法，我是慢慢的，我觉得越慢越好。
你的类似那个在练 yoga 的时候 yoga 动作都是讲得很慢，对不对？但实际上是你在慢的时候，这个肌肉一样，它实际上是在用力的，所以它在练肌肉，但同时呢我可以少蹲几次，所以对那个膝盖里面的这个损伤我感觉可能会好一点。那另外这个就是那个顺便拉拉筋啊，这个在楼梯间也有楼梯嘛，所以我给他那个顺便拉。这个在那个滑完雪之后，作为雪后的 recover 也是非常非常好，而且我是建议每个人，滑完雪之后马上就可以拉，容易的就最基本的，就这么拉就好了。经常往下压，你感觉这个下，就下面这个筋在被拉，就是拉伤了，很明显的拉的感觉，多做几次就好了。那筋这没什么好说的，把我喘气儿了。然后还有一个楼梯间也可以做的，任何一个平方米的空间就可以做的，这个动作，站住了，然后把这个对，等会儿，然后就把这个腿往上，蹦往上蹦，这样用这个手可以保持平衡，坚持 ，OK。这个以前我也完全做不出来，我身体很僵硬的。然后这一年左右开始自己注意，给自己设计这些动作之后，慢慢发现心情灵活性是好一些，同样一样。当然你还可以配合这个，如果想练这个腿的这个力量的话，你可以配合练这种蹲单脚蹲，蹲着起来。这个觉得好，跟着尽量低的感觉。取决于想练什么，如果你想练这腿的这个肌肉强度的话，你当然可以蹲的低，但这个对膝盖的负荷蛮大的。然后这个绷的这个动作挺好，对这个第几块这几个肌肉的这个，它纯粹是在练这几个肌肉，对这个膝盖本身之外的就没损伤，这个非常好。然后最好的那个是所谓的那个这真正的优雅姿势了，那个叫战士一式。我觉得你跳舞的应该知道一点。站住之后单脚往后弯，保持大概正常的宽度，同样这个膝盖不要基本上就屈伸就好了。然后这样后腿绷直，然后如果这个手呢这是二十，像这样是二十，看起来比较容易，像两手平吗？然后再往前面看一下，可以绷直，这个脚是可以是平的，这同时可以在那里伸展好几个地方肌肉说它具体，但是感觉会很好。它包括腰这块，然后腰要在正中、正直的位置上。你可以保持大概5到10个呼吸的这种时长，或者更长，我觉得可以。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腿会蛮累的，会有点撑。这一是，二是我觉得更好，二是用更多。后脚大概45度，先往前一点，稍微绷直喽。然后这两手，对，这时候上身指向不一样，上身指向是往前，然后手，整个上身是往上挺着，你能感觉你背后这个有一个弧度 arc， 它同时在那个你能感觉那个背后这个肌肉会有这个很明显的这种被这种，怎么说，就伸展开这种感觉，因为我那个久坐的时间很长。尽量靠后吗？对，你当然不用倒过来这样啊，基本上是 up straight 的其实，但你能感觉腰会开始有那种是挺直的那种感觉，然后感觉从内部这个地方你感觉往上挺。这个战士二有很多变种，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不同的变种，手的动作呀和那个起势的方式都有不同变种，关节应该不是太大。说的动作蛮多的，蛮好的，就是蛮记住。因为每个动作起个名字吧，比如说来一个亮翅啊，那个。这是吧？这叫你的。是吧？你把自己留给下一次的活动嘛，对吧？那个 yoga 的房子做一下。这些也是 yoga， 就是这个以上也是 yoga。那个战士一式是很典型的 yoga。那这些是平时锻炼了，增强这个腿部肌肉啊什么之类的。如果没时间跟我一样没时间练的话，随便找个小朋友就可以偶尔练练啊。那滑完雪之后呢？如果你们像我一样，这个有时候经常滑一滑，滑7、8个小时，甚至10来个小时的话，到傍晚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很累。有些关键的部位，那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累法，不同肌肉的酸痛，体现了你这个哪个什么这个
滑的不对的地方啊，每个人都滑的有不对的地方，不对地方不同，你的那个痛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我在网上这个找了几个，然后合并在一起 blend 在一起，我自己给它稍微那个 blend 一下，分比较适合我的一套一小套动作，大概花十几分钟，如果你做全的话，在学长当中没时间做了，基本上我是建议你回到家，我现在基本上每次回到家第一件事先做这个，做完之后再洗澡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第二天我就去明天啊，否则的话第二天那个脑子酸痛的地方我一直算是。那第一步呢，先找个地方这个乖乖的跪下来，你可以这个找个你能看到领导的地方，在你前面，让领导会感觉很好。啊，滑完雪之后回来就给我这个，然后还山呼万岁一下。这个大礼拜，这个特别为什么我们家教师这么支持我滑雪啊？有原因的啊。然后再画个新版啊。OK， 应该一般人的柔韧性，我觉得应该都还能达到这个程度了，基本上完全这个下去了，然后手往前伸开，尽量往前伸，臀部尽量贴住你的脚，保持不要翘起来，尽量往前伸，然后不光是伸手和伸胳膊，而是有意的给你感觉把你的头把你的上身再往前有一点这种拽起的感觉，又往前拉的感觉，你能感觉你腰这个地方肌肉在被那个筋被往前在拉的感觉，这个表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可以体会一下，来，可以保持一小会儿，然后接这个姿势往前。OK， 这个你可以想象这干什么是吧？把你这个腰后面这个地方展开，然后头往上翘起来，深呼吸几次，然后再回来。可以重复大概两到三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做一两个这个动作，回到中间的时候这时候在呼气，然后这时候在吸气，这样翘翘起来，这个时候我觉得攀岩你可以多练练这两个动作，然后你可以会体会到翘屁股和不翘屁股的这种区别，然后你找个绿道去保持这种不下去的姿势往前冲，把这个动作把这个感觉稳固住，说不定对你有点帮助啊。好。OK。这是 warm up 了，刚开始啊。好，完了之后呢，往那呼吸。这些姿势肯定在 yoga 里面有专用名字啊，但我这个咱不是 yoga 教练，所以无所谓啊。这个姿势情况下要保持脚跟一定要着地，保持着地，然后尽量把这个脚往前压，这时候是像在练这在这个整个腿的腿筋会感觉被拉伸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这个上身要往这个里面这么压着，能感觉到整个背后背的这个运动能缓解它的是吧？是，增加力和松弛。对呀、啊、对呀、啊，你平时别吃呀，在家里看到那个肌，这个，因为你拉伸了一天这个筋啊，绷的，伸起一只脚，按照滑雪那个绷的东西，向旁边侧向展开，圈圈，把膝盖尽量往前推。能缓一下吗？那边孩子都向我帮他转过来。在被啊，前面的。我没时间。有什么？我喜欢早晨就把他那个活动推出来。我觉得有带有相当的效果。这个是会让今天北京开的会让你今天呢，就是让你的肌肉啊精神会。首先右腿抬上，对，右手展开，往上，先展开。这里感觉你整个这个侧部这个肌肉和这个大腿这个外侧肌肉会很明显的有感觉，被拉的那种感觉。保持这个意思，一小会儿。后面这个稍微有点难，这个我练几个月之后还是这个不到位的状态啊。这个腿。把它放平，
这个得尽量绷直，但是我自己的绷不太。你看整个两个这个臀部呢，尽可能的让它是这种这个square 的状态。那那个我觉得要练个跳舞的人才行。那个其实那个片可以来 demo 一下，我可能做不到，我只能尽量。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往前挺身，挺身会更难，然后也可以趴下来，像这样比较简单。那这个对我轻松很多，我在那里就这样。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顺便休息一会儿，可以待在状态，你可以待一分钟、五分钟都行。当然，这是最好的时候，可以玩微信的时候了，顺便再玩一会儿。玩了一小会儿之后呢，收起来。好。然后把这个刚才的桌子。这边这个膝盖的上，就是你就感觉这个膝盖整个腿上那个已经有点绷的那种感觉，就把你整个身子绷了。然后用这个手，我的腿在应该是脚底在斜顶，拖住一点高度，然后把这个把膝盖往外压，你会感觉到这个整个这个髋关节这个肘的地方。背往下掰开的感觉，然后收回来，可以压两到三次，然后伸展一下，就是要在舒缓你的这个髋关节上那个肌肉。这个动作做了个矮人型蛮好哎，是吧？挺好的。然后这只手把它抽住喽，如果这是你的脚的话，不是你的鞋哈，如果你脚的话。蹦蹦，然后顺便可以敲敲你的脚底几个那几个所谓穴位什么的，按的。然后放回来。那这个姿势呢，也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刚才的。保持平衡，保持它的这个平衡，不要离开底。尽量往下压，就像你会感觉到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多肌肉都会被拉的，跟绷的跟什么一样的感觉。可以保持一下，然后又差不多就是一套，这是一侧，然后再换回到刚才那个原始起始位，然后换另一边。啊，已经生汗了，我平时会脱衣服的做的。都脱了。基本上差不多吧。留一点，下一次再讲。还有下。对啊，留点悬疑。对。你们看下面的录像吗？在干什么？这个能你说，这个能。那个效果的，放一下那个大卫儿子看儿子一下。点评点评啊！还有多久啊？那个15分钟。对 Steven 我们下次要把那样的 Steven 还要拍吗还要拍吗教练们赶紧吧都